再次北京时间4点，你看看他大姑父多积极。呼完大肘子做红烧肉，今天又和面，准备炸油条。每年过年，他大姑父是最忙的一个人，忙吧，忙点好，嘿嘿。老忙了，哎呀妈呀，你一个盆少和点，和完了搁到那个小盆里，完了再和呗。这家这一大盆的，开做准备工作了，他大姑父。马上开闸了。马上开闸了。第二盆儿，那还一盆儿，这家看这大面开的，泡泡的宣，哎呀我天！咱今年干三盆的，去年砸2盆，今年干三盆。三盆能够吃也不错，今嗯年人太多了。这些人多不说，都愿意吃油条。来，我整。开闸了啊！给你做凳子，还怎么哈腰凳哈凳？这三盆面都鼓弄完了，小腰都得折了。哎呀，得劲儿！还搬运了呢，多小的事儿啊！八开是八开，他当时就是八开。来回翻，他就自己开了。对。行，哎，也不小啊。呀，你看，你发的发碎了呢，还。你看。那还是不到时候。啊，我走。换人，换人不行，技术水平不行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跑来干啥呀？全家总动员。你来给我炸油条来了？哎呀，不能炸油条，还不能快油条。谁让你来，说你不来。快点来，给翻翻锅吧。我刚问他来不来，他不来。能伸上手了，是，我就自个儿的感觉着。就是帮大忙的人，哎呀，屋里怪呛的，呛、啊！我就是，我就怕我咳嗽，人说让杨聪来给翻锅，要不然的话的，我自己都翻呢。年不啥俩整的，我整过来了都。就在家闲着干啥？我就是那个什么，我就是咱嫂子那屋那个天棚没擦了，剩下我都擦完了。我完了，我还说那个，看他给他妈浇浇头。哎呀，你俩下午领你去上店里搅去。哎呀，5分钟也就给你搅完了，脑袋满地都是头发茬子。那个剪刀还在青山，不在家。那个什么玩意儿，这脑袋满地的，够湿弄的呢。进屋，屋里还一盆呢。去尝去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顺手了吧？嗯，比刚才抢的还难喝。哎。三姐，你说他为啥？他刚才他说扒拉不开、啊。我扒拉的。他扒拉是你压的那面儿。干扑噜扑噜不开。我说你就是快点翻，翻完了等着到一定程度了，你轻轻一扑噜它就开了。他按你那按的那面儿，他咋能扑噜开呀？这得找经验呢。这咋到一定程度一扑噜就开了？他大姑父的第三盆面，这主要是多他妈能鼓捣面。主要是啥吧？买人家的油条是当顿吃行，嗯呐，我也剩下还不能剩下不好吃。嗯嗯，咱自己家炸这个可以腾着吃，对，要么自己鼓出来，年年都鼓出来。对。
怎么太多了？太多了，他不顾着不开了。那这个没扒。这样没翻过来，没扒开。忙啊！我刚才整个手忙脚乱的。再高一个。完成任务，俩小时，四盆的，完成任务喽！哎呀，还掏出来没扫？没扫，掏出来油呢。嗯。锅省油。锅就省油，你后边那一大块面完了，你再往里头倒点油。锅跟车一样，啥意思啊？好锅的省油。好锅省油，哎，吃油条了，吃油条。刚才我趁热乎，你不吃啊？哎呀，我就爱吃这个，趁热吃，热热热热的，最好是热热热热的。越烫越好吃，别。哎呦，这今天起得够早的。你都没有睡醒，我让你看一下咱家啊壮丽的景观——馒头大阵，快请进。我的馒头大军们。哎呦我天，没少干呢你这。当当当当。这忙不完两下子。我昨天一天的成果怎么样？今天这些就全弄出去了。啊，老陈。赶紧组装吧，这个最晚几点？最早几点？这个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不知道整吧，现在。不知道。哎呦我天，你这不少啊。还有呢。这怎么行？把那个玩意儿摆在那边了。哎。啊。太多了，我就直接放那头这样的，就没端过来。怎么样？行，不错。不错吧？不错。厉不厉害？厉害。真棒。嗯。这两天加班不意思。好、你看我那个后面反正拍满了。好了，这个就完事了呗。对，还有俩是吧？对，这个可以放一边，放一边，就给它套上。还得给套上。就做不完，嗯，我就放旁边了，然后我再给你组装那两个啊。OK， 这现在给包上。对。嗯。这些今天这个都是本地的哈。都是本地的。啊。等会儿，快点，稍微收。拿走了啊。嗯，拿走。徐老板做的新年快乐过年款啊，还有是吧？还有活是吧？嗯，快，马上，马上了是吧？啊，这些要给人装起来。对的。哎，我再换一个，没事儿。小了吧这盒？线大师呢？来，你看，必须的。这不正正好好吗？嗯。OK， 把这个。哎，慢点儿。我这你们现在可是我祖宗啊！嗯。我可得罪不起他们呢。是。但凡换一个，我都得重做呀。好好干活，知道吗？别玩花活，玩花活容易那啥。两天给徐老板忙迷糊了。记错了，人订多了，但凡加点啥，我忘给人记了。嗯，我说等顾客来哈，自己点点数，跟他们买的对不对？要是对了再拿走，不对，剩下的年他们都年前不年用吗？嗯，我还差一个半个，我还能给人补上呢，别到最后差人东西补不上了，那可糟糕了。对呀。糟糕糟糕 ，Oh my god！ 加油干，我告诉你，加油干。那肯定的，肯定得加油干。哎呀。
这是徐老板昨天一天的成果啊。一天，干不完。洗澡才。那你要照以前那个速度，你现在你完了，我跟你。我废了，我看不出来了。嗯。别来了，别来，谁都别来，那15点，你别定了，干不出来，真干不出来。你要是多些，你这一个活你都干不出来，那麻烦了我天。哎呦我天，这个干啥搓这么大的？啊？这搓这么大干啥的？多大口袋的呀？一大一定了20个。20个。20，不是20，是20。那够你忙活的。我反复跟阿姨确认了一下。这个光馅儿就这么大呀？再出来点，这么大一个。不大。是的。老板。对。你最近这生意可以啊，这托盘都不够用啊。昨天已经加6个了，今天你又加了几个？我要加5个。真棒，来了就干活儿，等老板给你发年终奖啊。嗯嗯，行好，我这到哪儿都那，到哪儿都是干活的力，到哪儿关键是白干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发年终奖，哥，你等着啊。啥年终奖啊？你等着吧。啊行，那我等着啊。啊，你等着啊。行好。哎呦我天，这一个玩意儿这么大呀？啊，这蒸出来的老大了。蒸出来咋这么大？这里的馅儿都老大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很大吧。哎，这徐老板这一天可算完事儿了。嗯，今天啊，正常还应该再做点，但是做不动了，做不动了明天做吧。反正现在的顾客啊，来了就是哪天能做出来哪天拿走吧。然后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徐老板到底是做了多少东西。嗯，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。嗯，这些啊，都是今天的啊，这些嗯。里面还有，你这满满的这，哎呦我天，竟然干了这么多呀！啊，然后这边还有，实在干不动了，实在干不动了，这顶上今天啊，哥，你别忘了，我这顶上还有。哎呦我天哪，你这底下这一层全都是。你这今天一天没少干，你这两天干不动了，明天还继续吗？明天比今天活还多。那你咋整啊？明天能完事吗？能完事，明天哈。还有4份卡通包，哎呀妈，一提卡通包，我老挖银的都大。你咋整？那玩意儿小东西最费时间，特别难做。嗯。要不今天我实在干不动，我就给做出来了，但是实在是不行。实在干不动了。嗯。坚持两天，坚持两天休息。加油。加油。